Everybody addresses me as Jabine. 这里的人管我叫让比恩或者让比恩姐姐，而且我叫尤瑟夫，我叫迪亚，我也叫拉赞。他们会珍惜一切机会去做慈善的事，做好事。他们总是可以找到需要帮助的地方和帮助他人的机会，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和全州的所有社区。你看，他们会远赴海外去帮助他人，而且迪亚他刚刚筹备好一个活动。我是迪亚·巴拉卡，我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牙科专业学生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是否对叙利亚的局势感到无能为力、一筹莫展？现在你有了提供帮助的机会。这是重要的，人们会记住的，那就是他所做的善事。他心中有自己做事的原则，有自己的使命。拉赞特别小就开始来这里了，他会在周六来学校帮忙。我们周六有一堂课教授古兰经，他会来帮忙。你可以看到他从小就喜爱志愿活动。他们所有人，他们都希望能回来为学校出一份力。All of them, they wanted to come back and give back to their school. All of a sudden, the first name came to my mind was Yusuf. 想到尤瑟夫，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小时候的样子。他一直都很成熟，一直是个快乐的孩子。And a very happy kid, very polite, very gentle. 很有礼貌，很温和。These children had great hopes, dreams. 这些孩子有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，他们有奉献精神，那就是他们的目标，要走正道。在他们短短的生命中，他们取得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取得的成就。所有的孩子都是美好的，但有些真的非常杰出。All kids are wonderful, you know, but there are some, they are just outstanding.我们需要更多杰出的孩子，所以我认为现在我的挑战更大了。我的目标就是培养更多的迪兹，更多的尤瑟夫，更多的拉赞。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，北卡罗来纳州罗莉报道。